你别进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我妈交代的。姑妈交代的？怎么可能？哥，你想害我对不对？我干嘛害你啊？可是姑妈让我不能迟到，你看都快迟到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例外行不行？反正我妈交代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晚点问她吧，别问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走了。嗯。你干什么？喂，哎呀，回来！喂，别跑！营销通，有人说我们就像华人世界里的沃尔玛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我们什么产品都卖，其中有部分呢是我们自行投产的，就是所谓的垂直整合。我们从生产到销售，一包到底，从而实现我们的利润的最大化。可是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说后来我们要离开之前。那天真是不好意思。我想你应该是香槟喝多了吧。对对，我那天真的是喝了太多了，后来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真是个笨蛋，干嘛提那件事啊，好尴尬啊。他一直记得你的生日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气氛有点不对，云裳，快想办法呀！别动！怎么了？你这个角度不错，我帮你拍几张照片。外公家住的还习惯吗？别提了，如果外公在家的话，家里就好像随时会乌云笼罩。死气沉沉。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应该可以找到更精彩的相处之道。我可没那么乐观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自己像人质。人质？是啊，我觉得我住在外公家，就是为了交换外公不对姑丈姑妈的控告。这不像人质吗？还有啊，外公让我觉得他只想紧紧抓住我，让我的人生按照他的计划前进，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失去自由的囚犯一样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，我现在简直都可以看到你头顶上的乌云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外公年纪大了，需要有人陪伴。要我一直住在外公家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可是，要我每天像坐牢一样，我真的会疯掉的。小哥哥，你给我赶快停止自由联想啊！再这么下去，要疯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说真的，远离。应该开心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我应该就能找到更精彩的相处之道。善言，你觉得如果我们放下家里的气，让大家都变得开心一点，外公会不会受不了？总裁受不了，总裁疯掉了。你的意思是？不OK行吗？看你这个样子，我都快疯掉了。
小陈，不要这样嘛，我会很想很想你的。那亲个嘴怎么样？遇见他，幸好要出国了，不然呐，每天遇到他就完蛋了。难道这就是出国唯一的好处？哼！还没回来，都几点了还在外头混？要比昨天更勇敢，跌跌撞撞，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？生活的香料，就爱尝半条，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，扭扭捏捏的我们，能不能就这样相依？玉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不接电话也没信号。今天的聚会赶紧也到了，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因为公司想委托你设计个案子，很棒吧？听到你失恋了，真可恶！快给我电话。干嘛？我要跟你谈判。谈判？没错，我有些事情不趁早跟你说，我简直坐立不安。郭总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今天的聚外是贫穷上天公邀请我的，我是被邀请的，所以能不能就这样相依靠？你是不是不欢迎我参加你们的聚会？如果是的话就直接跟我说。另外那种捉迷藏的东西太可笑。捉迷藏？拜托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今天去参加聚会，哪有什么欢不欢迎你的事啊。知道我会去啊？不知道啊，玉茹只跟我说有聚会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会参加。真的吗？所以就算我在，你也会去哦？会吧？你为什么会来没去啊？玉茹说她身体不舒服。我不要让她不舒服，这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总之后来没事。了解不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放心啊，所以后来我陪他吃饭，又送他回家，还没有去今天的聚会。我干嘛跟你报告啊？你还送他回家？你到底喝了多少？怎么会醉成这个样子？你还懂得送了白酒回家，看来你还有点迷信。那我就替我表姐，谢谢你喽。不客气，没事我先走了。所以，我表姐她真的没事了，啊？喂，你喝醉了？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谢谢你照顾我表姐，顺便跟你说声对不起啊。
今天的我已选出新的君子之父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好了，我送你回房，小心点啊。小心点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是我的朋友来着。有，等一下我会安排的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等一下我会安排的啊，等一下啊，先回座，来来来，先回座，谢了啊，来先回座，来各位。姐啊，姐不会为难不会单调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你在换什么。看起来像个球体是吗？你已经破坏不可以说话的协议了，把座转过去，不许怕。我知道了，是个玻璃球，可是玻璃球体内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色块？我知道你想替你姑妈求情，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说服总裁？想啊，你快说。你刚才不是说不要说话？哎呦，我那幼稚的心里，请阁下千万不要见怪哦。拜托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说服我老公？不行，拜拜。